各位，我们今天来吃，一起来吃那个一序寿喜烧。这边一个算知名的，就是寿喜烧吃到饱的品牌。看一下，套餐是139，对。那第二个种的话就是多了海鲜，然后多了一款牛肉，多了一个鱼翅。三种的话就是平常吃的，它是不是有个雪山和牛？对。那你改说法了，以前都会说什么 M9。就是好吃一点的，第二就是蔬菜，哦，这边还有他们的鲍鱼，还可以嘛？现在有这个鲍鱼，都在这边养的，虾滑，虾滑。水果的葡萄的榴莲，蛮多的。大哈密瓜，然后冰淇淋，然后麻花，还有个鲜奶，然后这是奶盖，然后饮料，还有这个。装潢跟他们家的装潢跟菜品跟上是一样的，好吗？他们家他们如果有空的话，他们是会帮忙播的。安心啊，欢迎你的。我叫了一个冬阴功汤，冬阴功，然后跟一个寿喜烧，这是以前他们的什么的 M8 还是 M9， 他们以前叫 M9， 然后呢之后改名就是叫雪山和牛，然后呢这以前叫 M7， 然后我还叫了什么？我对你的喜欢是 M7， 我自己也是 M7。为什么？这个应该是 A9 吧。给大家看一下我刚才拿的虾皮，然后再。谢谢。是一人限量一只的，一份的，只是焗烤龙虾。那其他呢？还有厚切牛舌，然后呢，比目鱼、西京烧鱼、比目鱼、胡椒鳗、骰子牛，然后鹅肝。大家可能问我说为什么不吃鹅肝，因为我实在太腻了，今天不太想吃。以前如果是比较。有空的时候都会帮忙播，但是还是帮我播，还不错。虾皮现在就是鲑鱼、甜虾跟北极贝。原来不止。这个的话，其实我也没有很建议大家点，
甜味不足，那我们就掉下去补吧。评价表现也还行啊，甜味有，然后也没有不新鲜，但是甜味没有那么明显，跟其他的，当然我跟这是跟其他日料店比起，啊这样，他们家三文鱼还是极准，很 OK 的。有一次是很有烧烧，以前小时候在我们家前面站，然后呢那个仙客来，仙客来现在已经在那个咱们大学旁边嘛，前面旁边的时候，嗯，那倒还可以，各位，大家看一下。那家居然不是单纯甜味，还不错，肉质是可以的，猪蛋感还是在，然后肉也不会做太少，我觉得还可以。然后吃一下，鲍鱼，丢，对，有鲍鱼的味道，好，嗯，刚刚，放着吃还是可以，刚刚的香气是有。柳丁，现在柳丁这么厉害吗？都是肉，记得说错了啊，应该是牛猪，吃一下，猪肉口感不差，吃一下，味道更爽滑了，牛鲜肉。牛肩肉还可以，就是比较瘦一点。试一下，虾滑，虾滑呢里面的虾肉很多，然后里面的虾肉呢，不是一整只一整只虾肉，但是呢也都是大块的、哦。然后呢那个虾肉不是冷冻的虾肉，就是 Q 弹。有实际感觉那种虾肉，然后呢，也很香甜味也都有出来，丰富。相比牛胸腹，就相比牛胸肉，觉得更滑，更顺口。然后是牛排肉，哎，还是有一些油脂。对，卖肉是牛肩肉跟胸腹肉的中间值。调味的香味差不多啊，这色泽还是可以的啊。来，我们先吃一个，对，沙子虾肉、猪蹄、有筋，鲜甜味都有。这个黑虎虾绝对是今天的目前的第一名。那我拿了榴莲冰淇淋，先给你们看一下，它榴莲冰淇淋还不错。其实我不想吃的，但店员不小心帮我吃了。这个榴莲冰淇淋呢，它吃下去之后还有一个榴莲味的甜味的尾韵也出来，所以我觉得还不错。这是费列罗口味的冰淇淋，这个是我们刚看冰淇淋区店员会帮你们拿的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吃过那个卡比索？卡比索的经典巧克力里面有点像这个味道，里面的巧克力脆片。扇贝，肝脏部分表现的比肉质还要更吸引我。它们部分 Q 弹，然后呢滑顺，还是 M6 肉质 Q 弹，然后肉香味是刚才所有的肉里面最香的。然后呢，它有带有一点点紧实细致的口感，嗯，有肉味，很香，好吃。那个是上，
我知道啊，我也不是没看过。有丰富是今天的肉类仅次于N6的牛上脑的话，所以是牛上脑，安德森牛上脑。煮起来是这样，牛肉味是今天最浓，然后油脂的香气是最香的，但是呢，它的口感没有 N6 好。我个人的话会更喜欢 N6， 但是它今天排名第二，今天有排名第一，因为我个人觉得吃牛肉还是要有点口感。一个是这个梅果的。其实是覆盆梅酱啦，不是草莓酱啊，配奶酪，上面有个蓝莓。来看一下，挖起来是这样子的，奶味为主，奶味偏甜，但是尾韵还是不错的。布丁唯一的缺点是吃到尾韵后。有一点点的化开化太快，对，但是呢焦糖这上面的焦糖层刚刚好，然后加上布丁的那个牛奶味很 OK， 糖味很 OK， 调味很均匀，很不错。小老鼠芒果慕斯再劈一半的芒果慕斯超级好吃，就不好意思，我对芒果没有什么抵抗力啊，真的，反正是芒果又是慕斯的嘛，我就喜欢，但是它芒果慕斯真的做的还不错，很赞，推荐你的，当然是抵抗力不大。这个很多地方，很多这种两三百块价位的餐厅都有，但是不是每一家都能够给他吃到饱。它里面的马斯卡彭 cheese 做得很好，在外面是巧克力粉。那边吃过，吃过，很好吃。等一下，你这边还是。马斯卡彭味道很 OK。还虽然说还是偏甜，没有到很正统，但是呢是我喜欢的，我这种胖子喜欢的。外面的皮饼皮呢还算糯，就是你咬下去不会让你咬不断，但是呢 Q 度还是有。抹茶巧克力，抹茶生巧克力，不会太甜，勉强可以接受的甜度，嗯，更好吃。不多说，生巧克力就是爽，在我眼里，生巧克力就是爽。